特别能走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我们一个班下来就平均3万多步。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欧班列西安的始发地西安国际港站。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中欧班列的守护人——西安国际港站运转车间吊车组的乌远。知道乌远，你平时喜欢摩托车对吧？对，摩托车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它跟我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速度和激情嘛。它这个有什么工作流程吗？首先要关前吊，要关前面是吧？前面那个塞门，对，注意脚不能踩钢轨面。好，这个还很难够。对，这个，然后再关、这个，然后再关后面这个塞门。对，然后现在就是接摘风管。摘风管啊！塞，这个是很考验人的臂力的。这个，哇，再来，哇塞，看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还需要一些技巧，需要一些力量。真的是比较费劲儿。曾经班前提问，务员，吊车作业中使用人力制动机如何使用安全带？上车先挂钩，下车先摘钩。吴远在车站工作已经4年了，他和工友们主要负责西安国际港站的解编作业，保障中欧班列编组、重点物资转卸以及货物装卸后的取送和到达车辆的解编工作。从早上8点接班到晚上8点，每班12个小时，就一直在狭窄的古道中来回穿梭，检查车辆、试拉、摘接风管、撤铁鞋、松手闸、转线，都需要他和工友们精确配合。有时还需要扒在运行的车梯上，充当火车的眼睛，当好带路人。一个班有一部分的时间，他是扒在上面的，被称为扒在火车上的钢铁侠。而且我觉得除了正常作业，我们一直在这个古道里面走。对，特别能走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我们一个班下来就平均3万多步。要走3万多步？对，挺多的。那也是非常辛苦的。对。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的中欧班列通常由50节车厢连接而成，一列满编货车长度约800米，吴远每一节车厢都要检查到，平均每天要走3万步以上，相当于10公里的路程，每个月就要换一双鞋。常年与车辆为伴，日复一日穿行在古道间，是最执着的跋涉者。咱们是要在这作业吗？对，这条线路上面拉一个车，然后给另外一条线路上要补一个车。对。吴远和工友们正在作业的是准备发往德国的中欧班列，他们将中欧班列需要装运的一节节车辆在一条条作业线上进行重新编组陈列，送至货吧作业线集装箱作业区进行龙门吊装车作业。装车完成后，他们再逐一检查确认车厢制动系统的状态，挂车、试拉、撤出防溜，这样就完成了一趟班列的编组。国门之下无小事，他们的一言一行按标作业，不仅关乎国家形象，更要体现出中国效率。